号晚间远景封路，实施九侧临检，一辆白色汽车行驶过来，配合拦截，远景示意要驾驶将车熄火，到一旁接受盘查。只是驾驶才刚开到临检区，下一秒却趁缝逃逸，加速离开现场。执勤远景站在原地，全都看傻。后续马路监视器也拍下，男子一路快速逃逸。依《道交条例》第35条第4项第1款，将处新台币180,000元罚款。那至于驾驶冲撞临检点不符稽查逃逸部分，本分局将朝妨碍公务方向进行调查。事发在花莲台九线怀恩桥北端，后续远景以车追人，锁定驾驶人身份，发现他曾是家暴相对人，也是宜兰毒品治安人口。警方将持续追查男子是否有其他违法行为，否则为何会看到远景心虚就想逃。